活动正式开始。那同时间也是我们南台湾最大规模的治安主题盛会，将我们沙仑治安服务基地打造成治安产业与产业治安的交流平台，就是希望治安产业跟产业治安中间是完全没有距离的，双方那个 iteration 那个迭代的速度可以非常非常快，最好是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打造新的解决方案。在我们各位的专家啊不断的努力之下，我相信可以给我们的产业界越来越安全。我们也参与了国科的金创计划，量子密码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研发。台湾现在还是站在很前面，大家都来问，哎，那接下来下一步我们要怎么认证？可以有助于这个我们产业呢，可以加速他们在公共治安这一块。那我们像这样的资料库，我们可以7x24小时不断的一直 enhance。